2020年仲有唔到一个月就要结束啦。喺呢一年里面发生咗大大小小嘅事，唔少网民都会透过互联网进行搜索。近日内地网站百度就公布咗年度十大关键字，高比拜仁、疫情、中美关系等等都喺榜上。而剧集《三十而已》同综艺节目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都榜上有名，可以见得受欢迎嘅程度系几咁强劲啊！